了。那我也懒，他妈的逼！我的天天在家里吃吃喝，回家你拿钱给我，你去买饭给我吃。我也懒，我也不想努力了。这都不是。那如果你学习不好，成绩不好，你做服务员，你就是一辈子做服务员的工作，你找不到好的工作，一辈子。你现在辛苦就是这几年，后面还有几十年你要过日子。我这是三个 A， 我知道你三个 A， 你努力一点，你可以拿更多一点的 A。那些考不及格做什么工作？服务员呢？餐厅的服务员呢？我有考不及格，卖衣服啊。那我有考不及格吗？那些考及格的没有拿得很好成绩，也就是中层下面的工作。你要去问吗？你出去问他们考试考什么，考多少？不用问的嘛，不用问的，你又知道？为什么不知道？他那个拉得很，学习很好，什么都懂，去的都是去的大公司。那我学习不好吗？你这种三个 A 还不够好，三个 A 中等而已。三个 A 就三个 A 呀、啊，中等而已。